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20号，也是我们天使衣服开区的第381还是82，忘了。先充钱，充值1000，先充这里吧，每日特惠68买了，光明龙魂必须得买的，这个买一下，这个不买了，这个不买了，浪费钱。还有这里觉醒宝箱也得给他买了，这里得等2分钟，现在买不了，得等2分钟。换真龙吗？先不换，我们把今天周六打完以后我们再换，好吧？今天把周六中枢打完我们再换。好，这里买完。发邮件了，发邮件就不管他了。还有这活动哦，这活动已经在打着，在挂着。这里还能买一个龙魂，等下来买。那里还能买龙魂的，等下来。还有这里得买，这里得买了。我们今天先把花钱的买了，再干其他不花钱的，好吧？我来了，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啊！刚开刚开，来这12块钱的买一下。他买这东西就很烦，你看嘛，他有一个十几秒的保护时间，他就不能直接买，他得有个十几秒的保护时间。来购买一下，好，现在没了吧？哦，这个免费的领取一下。好，这边有没有卖的呀？啊，这里还有个悬赏宝箱，我操，也得买。但是悬赏宝箱我们打完了呀。来，这个也得买。哎呀，怎么有保护时间呢？啊，保护啥呀？你保护我？保护我非法交易吗？花钱都不让我花舒服。来，买一下。来，领了，直接领了，好吧？直接领了，直接领了。还有这里直接领了。好，摇钱树拉满，摇钱拉满，拉满，拉满，这东西还用想吗？肯定拉满呀。特训没有了，签到没了。来，先充个68。来，再领下邮件，领下代金券，小做代金券。他喵的，这代金券是真的坑了。来，328的代金券，先花一个328的代金券，看啊，328花费。好，又来代金券没有？啊，那有个1660的代金券，看328充了，再来个198。前往使用代金券，这不行，还得充一遍198。198已经拿到了，领取下。再来花一下，大家稍微等一下，得充钱。小龙520快乐，大家直播间所有人，大家520快乐，好吧？在这里祝大家520快乐。198买了，98你直接充，不能用代金券。好，再来一个30。好，30充了。再来领下代金券，好，完事，把代金券花完，今天的钱就充完了呀。不快乐，因为没对象。哎呀，那不是有小龙吗？还需要对象吗？小龙在这里还需要对象吗？你看小龙都是在这里啊，小龙不是在这里陪大家吗？哎，再来买一下。好，这里得等几秒，等几秒的时候我们开一下清一下其他背包，来再来。好，购买一下，来这里再开一个地瓜，看到没？我今天，哎呀，这地瓜来。大家趁现在没人，我们先炸个光明，好吧？大家下注一波，一个光明能不能成？先炸一个，我们就可以炸两个。咱们先炸一个，好吧？一个光明能不能成？你们先预测，我先清下背包。520快乐，我操！他这520就给一个皮肤，这皮肤有啥用呢？他又不给一个好点的皮肤，给个520，给一个好看一点的不好吗？他这点都不好看，他这个。龙马五套光明就五套光明嘛，今晚成了我们就离五套又进了一步，好吧？全魂师大赛，等下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第几。哎呀，这小幸运你打不过还打我，这猴子也是一天天的，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等着我们打。我过来，我看到了，抢到了没？哎呀，这红包是真香啊！大家抢红包了，没抢红包的快抢红包！点开游戏左边小红包是一个小浮标，快抢红包！20又得20，哎呀又赚20。来，这个等一下打，哎呀，皮肤等一下用，来把这些礼盒给它开一开，香肠等一下来，高级礼盒，啊操，怎么一个都没有啊？这个的话，这个多了，这个多余了就不要了，还是得赤胶吧，赤胶差的有点多，不要。中枢装备，原金还是原金吧，先把日常礼包买了，清下背包，不然等下背包清不了。一直一块，那证明运气不行啊！你看我们每次都是20几，只是有时候抢不到而已，我们抢到了基本上都是10几20几，来这两个买一下。好，这个买一下吧。中枢进来没？进了，中枢进来的。我们现在是在清背包，中枢挂在那里的。中枢应该挂在你，应该不会死的，我知道。来，这个把背包清一清。清完，我们准备好炸龙魂，还有1分钟，大家没下注的搏一搏，单次变摩托呀，大家能不能压左边？来，大家给你们看看预测，一个光明能不能成？怎么右边70000，左边只有7000呢？垫一波，来，要不要垫？大家垫啊！然后不要让我失望，快炸！行，你们说的电。
啊，你们水车要电的嘛？啊，电个屁呀，啊！不，我都说补电，补电了，补电了，你们还电？下一个补预测了，补预测了，直接成。以后凭我自己感觉来，你们别劝我，好不好？你就别劝我。哎，这活动直接拉吧，这活动是一个大奖，这有一个双神之石，还有吗？这一个觉醒宝石，好吧？直接拉，拉完我们再看涨三里，不连一次走两次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人啊，以后我炸啥的时候，我都不问你们了，我就直接自己炸了。以后都不问你们了。双击之策一定你无法兑换了，啥双击之策无法兑换呀？咋可能？来，先把活动给他拉了。这活动叫双神之战，就是马上应该出大活动了，所以说这是个预热活动，这应该是个小活动预热，然后后面应该有大活动。服了呀，我也是服了他们呀，他喊电，他们一直在喊电，你们没有一个人说不电的，连续有七八个人都喊电，你们喊电一下我才去电的，我电一下就电成了。哎呀，小梁，你不和你媳妇过了吗？媳妇在哪？我都不知道。今天还陪大家过不好吗？我今天陪大家过不好吗？今天过节，小龙陪大家过不好吗？今天在直播间的应该都是单身吧？是不是要成神了？我感觉是，但是成神那一级神不是神吗？那一级神不是神吗？难道神上面还有这啥出大奖了吗？没有，还是得抽完，就感觉得抽完，他不抽完的话不出大奖。就是你对方光明如何说他也基本不够兑换他啦，什么东西啊？没听懂。还有七次，六、五、四、三，这下三，哎呀，抽到大奖了！哎，大奖抽到是不是不用抽了呀？哎，是不是不用抽了呀？你看，这还有十次，这有几个大奖啊？看啊，就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哎，怎么只有七个呀？啊，八个，还有一个呢？哎，还有一个呢？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有多啊？这个东西还抽吧，反正最后十次了，都给他抽完吧。哎，抽啊！我操，来这里领进去一下。好，活动我们今天抽完了。还有这个活动的话，大家你们可以每天挂下机。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万几了，我们有三万四了，我们已经达到三万四了。今天这里可以兑换一下。哎，这里没兑换，日常任务还没领呢。雪茄，我操，雪茄满了，这不用看。这样，先把这背包清一下。这个星辰币的话，我感觉星辰币不好用，还是这个好用啊？不是，还是有星辰币吧？换个大奖吧，大奖比较有用，换个大奖吧。这个香肠吃一下吧，一个啊，不，先把这选完，选完再吃。这不要，这也不要，这也不要，肯定选香肠。星辰币，好吧，都选星辰币。这等一下开，龙魂之息选最后一个，内丹觉醒。那，这东西好像开上线了，这东西香肠开上线了，还是选香肠？我看了香肠开上线了，武器进阶石。来套装时选个普通的香肠，那肯定选香肠啊！谁给你选项链啊？项链都满了。来香肠放着，兽魂选项选第一个啊，肯定选兽魂啊。这里选项的话，修雷击，这个碎片，这个也是碎片，魂斗器这个满了，这个的话还差一点。这个攻击不要，先把这个先吃满，这个没吃满，这个先等一下。还有微光，荣誉我们开点微光吧。微光有多少个啊？看啊。开微光吧，微光差点多。神识觉醒肯定要神识觉醒啊！天使微光，我妈才五千啊！五千是没有一级，我开错了。那五千是没有一级啊！大家箱子开完了呀，箱子开完了，箱子开完就开始加战力了吗？来把这个给他换一个大奖出来，我看换召唤丹还是神炼气息啊？大家看一下，开服第八天新区试试打伤害二十二亿给魔君王秒了，那不正常吗？你只要换个剑骨，再加个琉璃塔，伤害都特别高。我说换召唤丹还是神剑气息啊？大家你们有没有意见？给一个啊，换个死亡领域，死亡领域有召唤丹领域，召唤丹，那召唤丹吧，那都选召唤丹，那就选召唤丹吧。所有人都选的召唤丹，我看了，所有人都召唤丹啊，领域给狗都不用的，给领域啊，来这个凯给他激活一下，我想下一百万吗？开局前七秒，普通攻击和命中额外选中一个攻击目标为目标。本次攻击选中所有敌方攻击武魂。我操，就是攻击敌方所有攻击武魂。召唤丹已经换了，已经换了，好吧，已经换了。好，我们看，我们现在是45568，来升战力，好吧。香肠吃一下，五个，三，哎，吃啊，怎么这么卡？我吃香肠，你都给我卡成这样。这里吃一下，加多少？80万。再一个，80万，操，这里究竟是100万了。这里80万，这个呢？这个加100多万吧。120万，我操，这个东西加的多了呀，这东西越来越多了。
妄图不见了吗？妄图没有，妄图的话是出差了，他最近出差不见。妄图最近出差，来这三个吃了吧，现在都给他吃了。这个东西开上线了，开了100个上线，好吧，开上线了，来都给他吃了。妄图在这里可能和你赌，别赌了，别赌，好好的。你因为今天我本来不信你们，我光明就成了的，我就可以多一个光明的。现在好了呀，光明炸了呀，又得多等了呀。来把这香肠取出来，来香肠开上线了，我操，直接就吃满了呀，我操，300万，又满了，又满了。来，我们看这大奖，神战，神战，我操，这些东西看一下，加效果是啥？释放累计释放2次魂力之后，自身获得持续6秒的海神国度。将自身所有魂力技能下降冷却下降2秒，每次释放魂力后，使该魂力冷却时间减少2秒，最多转化为原冷却时间。啥意思？最多转化为原冷却时间？什么叫原冷化时间啊？冷却时间啊？直到海神国度结束后，冷却时间恢复正常。自身释放魂力后，获得海旋漩涡，此时技能伤害提升40%，且无视目标10%的总减伤。这东西持续6秒，有啥用呢？这持续我们。还是给修罗吧，修罗的话他有2个魂力，但是这样魂力的话效果不好啊，造成自身生命 100% 的伤害以后，持续进入4秒，进入持续4秒的天神之境，6秒发3个技能，获得普攻附带 200% 的攻击真实伤害。我操，怎么都打真实伤害啊。中枢觉醒材料给他觉醒一下，带字的优先给带字的觉醒，好吧，30万，好，一个30万，还有带字的呢，这个把带字的都给他觉醒了，又得31万，再来一个，我来了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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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啊！30万又是，我们又觉醒3个，还差多少个啊？1、2、3、4、2、4、6，6个，还有2个星期。大家，假如2个星期之内他不出新的神剑，咱们这个就可以满了。他在2个星期之内不出那个新的那个中枢材料，我们这个东西可以满了。2个星期就可以满这东西了。今天涨多少钱的啊？我操，46亿了！我们48，刚是456。就涨了4000万，大家今天涨了4000万，这里来出来抢材料，好吧？先看有没有觉醒，帅了，先看看有没有觉醒啊！时光宝箱不是觉醒，这个不要，时光宝箱不要。这个金龙的话，金龙也满了，也不要。没有，没有觉醒的话，那今天就抢大剑，好吧？还是抢大剑，来继续抢大剑，又是3个，选抢哪一个？抢中间这个吧，抢中间这个，好吧？先运动一下。热下身，先热身，好吧，好，热身运动结束，来抢这个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出，抢到了，给我不要，给我，哎呀，又没，这不是我手速不行，是我运气不行，没抢到，他不给我，魂师塔，我操。我们掉这么快吗？昨天我开才17，不是昨天我开我13层，我昨天才13组，今天怎么就变成40的组了？第二个大奖，每个角色只能使用只能开5次，这大奖能这个角色使用吗？我操，那必须给你吗？你这种人，还不给你不行。不是，我看哪一个好？目标每次受到精神冲击，降低10%的伤害，伤害减免和20%技能减伤降低啊，这是。对点满虚弱效果目标释放冲击，造成最大生命值3%的真实伤害。五套的话没有，这是增加伤害的。这个呢，每次释放对一个冷却时间增加10%，增加那不需要啊，增加不了。耗通之力持续时间增加5秒。我看第一个活动效果是啥？开局12秒，激活10�秒的耗通之力，期间每攻击3次。对，我操，那肯定得最后一个啊，持续5秒时间，那就增加5秒，这效果增加5秒。但是第一个是打伤害的。最后一个是增加那个效果，增加时间的，哪一个好一点啊？随便激活吧，反正以后都得激活的。我操，加160万，加160万。来，我们看博哥换没换爬塔阵容啊？假如博哥换爬塔阵容，那我们就换了吧。博哥要没换的话，咱们就不能换呀。看没，博哥都没换，我们换他干嘛？博哥没换的话，我们先不换，因为我们只有我们和博哥能打平，其他人打博哥的话都打不动他们。咱们要换的话，中枢就嘎了呀。来，今天把大奖抽完，来，我们先切出来博哥来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。好，犀牛，坚持住。好，别死啊，别死，我看着你怎么死了呀？我操，不对，我们修罗是不是连招没换对啊？我是不是感觉修罗连招没换对啊？这样，我是不是连招没换对？让我看看连招。博哥都不玩剑骨，你还玩？没办法，博哥战力比我们高，不可能和他玩一样阵容。我和他玩一样的阵容的话，我们只能被吊打，打不过博哥。我操，我就知道修罗的。
修罗的连着换没换对，我们得在这一套。好，再来试下博哥。好，现在很稳。好，还在很稳。好，修罗开始掉血。修罗你别掉。修罗剑你稳住啊。你的伤害呢，剑你的血伤害呢，你还比剑呀，你说你剑还是我剑。好，剑和他比下。对就这样的。好，看到没，这不就赢了吗？谁说打不过的？我跟你说了，就是连招的问题，刚刚不对啊。嘿，别胡话，死看到没，这不赢了吗？谁说不能赢的？你看这不是稳赢吗？就是这个修罗的连招问题。我们说了，我们必须得带这一套诸神，我们得带诸神，我们不能带那个法神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五级城拿下，终于拿下这个五级城了，我丢。